庆再发文曝光了刘洋从跟自己在一起的2015年同年起就瞒着勾搭各种女生，不止一次出轨、聊骚、聊粉，甚至性骚扰女员工。事发后，刘洋第一时间关心的是后路而不是自己，表示刘洋出轨不是偶发事件，而是一直在利用自己做人设，骗了自己5年。有网友发声，对于刘洋出轨的行为真是忍无可忍，对于你这样的朋友真是痛恨至极，所有人都不会接受你的道歉。对于刘洋，你们两人在一起就要对爱情忠诚，出轨就是背叛忠诚，而你是背叛朋友，一个背叛爱情一个背叛朋友的人根本不值得原谅和理解，心疼你阿庆，远离这样的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